好，我们再做一题，这一题，啊，就是管子，然后问你呢，谁的叙述是对的？就是我们前面学的事情，谁的叙述是对的？来，找个可爱小女生吧，哪个叙述是对的？可爱小女生叫做九号，九，你的叙述谁是对的？还要思考，你跟我讲 ，B 是对的，你选 B， 站起来。我要你答案了，我要讲答案了，好吗？啊 ，B 吗 ？B 吧。B 吧，很好。我们这个水纯水不易导电，要加氢氧化钠帮助导电，所以它不是纯水， A 是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图就知道那个符号啊，长的电池的符号，长的叫做正极，短的叫做负极，所以呢 A 管是接正极，正极产生氧， B 管是负极，负极产生氢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A 有氧， B 有氢。那么我们知道氢比氧的质量比呢，叫做1:8，氢比氧质量1:8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C 是错的。然后根据亚伯加爵假说，同温同压下，同体积的气体有相同的分子数，所以同温同压下，体积比就是分子数比。那么我们的氢比氧的体积比是2:1，所以分子数比也是多少？2:1，所以选项猪是错的。那么 B 是负极，会得到氢，得到氢，氢有可燃性，所以呢选项 B 是对的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B， 很好。好，我问一下，选项 C 是错的，对不对？选项 C 是错的，1:2是错的，那应该几比几？我刚才已经有报过答案了，可是刚才报的答案的次序跟现在问的次序不太一样。我刚才已经报过答案了，可是刚才报答案的次序跟现在报答案次序不太一样。好，那他是应该几比几 ？A 管是谁啊 ？A 管是氧 ，B 管是谁啊 ？B 管是氢。那 A 比 B 应该几比几啊？有答案可以跟念给我听吗？8:1，很好。氢比氧是1:8，氧比氢是8:1。比的时候要注意是谁比谁，就是简单小关于有关于水的电解。还是那句话，把前面要你背的东西给我背好就对了 ，OK 吗 ？OK。